看看新闻网。7月7日，天王黎明现身沈阳的水产市场，在市场里来回穿梭。他是一身素颜 T 恤，而且呢，对身边的工作人员啊指手画脚。天王搭着飞机现身平民菜市场，这究竟是干什么来的呢？只见黎明素面朝天，脖子上挂着蓝色毛巾，加上明显发福的体态，被身边的路人调侃这是哪里来的大叔。原来黎明自导自演的新戏《九站》已经在6月初开机，传说会邀请白百合担纲主演。这回黎明率领剧组来到辽宁沈阳的水产市场，是专门取景来的。电影拍摄当天，黎明从穿着到行为都十分随性，举手投足间见不到一丝的明星范儿，也难怪有粉丝抱怨，我们的天王不见了。